今天是2020年的5月10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3点18分。我们来看一下子啊，这个深圳的一个消息啊。你看像不像那个飞碟云呢？黑压压的一片呢、啊，一个圆球啊，在天上啊。据说是昨天呢、啊。据说是昨天，一阵大风，天瞬间黑下来了，就马上大雨，一会儿又没了。那个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下来一个飞碟啊，飞碟从高空啊猛冲下来，从高空猛冲下来的时刻，就把那些冷空气啊。就冷空气就一下子压下来了呀，压下来以后，冷空气在下面从地面上的那个暖空气一接触进去，哗一下子就形成了雨呀，形成了雨呀，就这个肚子了，哗一下子压下来呀，那个冷空气啊，从下面的热空气啊一到以后，哗一场大雨，然后飞碟就慢慢慢上跑以后，然后一转就走掉了，一转就走掉了。哦，是飞碟。哦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